这双袜子特别好。旺旺大礼包。现在过完年了，但华人超市的人还是很多。可以。你小孩可以，就是拿一个小一点的吧，吃不了。大家看，在加州，但是各种中餐的调料还是非常丰富的，火锅料种类就整整一个货架。上次买的小肥羊，这个小肥羊，看还有整整一个货架的老干妈，全部都是。啊，终于找到了，这我吃火锅必不可少的。蟹肉棒，发现哪个？这是各种各样的牛丸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北海吃、啊。这个它这个盖儿都放的不对，但这个是灌汤牛丸。好，要几个？这是啊，马浩哥哥刚刚准备好的制作火锅底料的食材，从这边看是葱姜蒜，这个小碟里有干辣椒、花椒、大料、八角，还有切好的牛仔骨，最后还有一味非常重要，就是它郫县豆瓣酱。好，我们开始做了。第一步是要先翻炒葱姜蒜，好香呀，炒出香味来之后，放进刚刚准备好的辣椒、花椒、八角、大料，继续炒。放入郫县豆瓣酱，好，继续翻炒。哇，加这个豆瓣酱加进去之后，香味立刻就窜上来了。再放入牛仔骨，均匀受热，好香呀。咦，花花你来了，你也饿了吗？宝贝儿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闻到香味就过来了。这不要把牛仔骨炒熟吗？要。要把它炒熟，大家要多炒一会儿，炒出骨香。其实，我觉得在家做火锅底料，之所以做的不如饭店好吃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牛骨汤。通过炒这个牛骨头，等下再加水煮，就可以把这个牛骨头的香味给煮出来。你们俩，这个牛仔骨炒到差不多快熟的时候就开始加水了，加入烧开的水。哇哦，水量大概漫过这个肉就可以。
这是我们加入从超市买的火锅底料，因为我们这个汤已经有这个牛骨头的香味了，所以这个时候随便从超市买一个火锅料，什么牌子什么样的都行，放进去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咸味，但煮出来都同样好吃。哦，你还要再加辣椒粉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现在这个料香味已经足够了，但是辣度还不确定够不够。嗯，如果大家喜欢吃辣，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辣椒粉。嗯，好香啊，天哪，我要饿死了。这时候我们加入鱼丸，这个就是在超市买的散装鱼丸。把豆泡也加进去，OK 哇，好丰富呀，嗯，感觉差不多了，这丸子都已经飘上来了。嗯，好香啊。最后一步就是把在这个菜锅里煮好的底料倒进火锅锅中。嗯，慢点啊。一点点把它捞进去，不能一下倒进去吗？不能，这没什么关系，容易出事故。小心的把这个汤倒进这个锅里，这个小电锅就是可以加热的，在吃的过程中也可以加热，就像火锅一样。哇哦，好红，感觉很辣耶，你放了多少辣椒粉啊？嗯，好香啊。这样做出来的火锅与你直接把从超市买来的火锅料倒进锅里煮相比，味道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经过了牛仔骨的炒制还有煮之后，整个汤都有一股骨头的香味。嗯，超级香，这个郫县豆瓣酱也是功不可没，加进去之后特别提味。嗯，感觉又辣又香。你谁让你上来的？下去，下去，灰灰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去！不啰啰，先把他抱下去。嗯。